好的，开始准备要登机了。我发觉搭的他们都是台湾来这边玩的，要回去的。我跟你说了，可以嘞。帮他自己帮他走过来。啊？班长就已经走了。我去做了一下。那班应该是菲律宾航空啊。看厦门航空排一排，58B 59啊，到59。下午好，欢迎您。好，谢谢。好，欢迎请乘上航空。等一下有人的话，如果你想放在下面就可以放在下面。哦，冷气好多了。那个是关。不好意思，使用洗手间时，请按照乘务员的指引，有序排队。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Shuttle Line Scott Malayan. For safety reasons, please turn on your large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放下，放这边来吧。Any sure that your mobile phones. 这么大的放。Tourist reach into Hong Kong will take off from Wi-Fi services during taxi, takeoff, and landing. Please remove the portable battery chargers during the entire flight. Please follow our instructions.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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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了10天，这一班航班是最后的收尾。下回要多久再过来不晓得。
回去再研议看看，再做后续的一个讨论。去年来了大陆三趟，这一趟是今年的第一趟。现在三月份了，从台湾出来，今年已经出来，这是出国第二趟。飞回台湾之后啊，就开始认真的去工作，认真的再存一点钱，再来看看要去哪边走走看看，拍拍片。这次旅程呢，讨论下来啦，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有买很多东西回去，因为行李的问题。从台湾过来的时候带了一些御寒的衣物，几乎都没有用到，占了行李箱的空间，同时重量也占了一部分。就买了一些少许的土特产，买了一个在台湾卖很贵的东西，但是在长沙找到了，就是摄影器材的一个铝制的东西，一个架子，买起来真的很便宜，非常非常的多。也感谢这几天我在大陆PO的影片啊，很多朋友都有看，那也增加了订阅人数，这是觉得蛮欣慰的一件事。感谢有订阅我的好朋友，阿周这边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一生幸福。那很多影片呢，我回台湾之后才会后制，跟中华电信买的流量啊，买30G， 来了10天大概用了20G， 这个是经验分享给一些朋友啊。如果说你到中国大陆啊，记得像我这样还拍了几片，PO 了几个影片上去，这样上传到 YouTube。啊，还有我在那边一些消费要用到的，有时候查询等等的资料所用的那个流量啊，大概用了20G 左右，这个供您参考。那我买的30G 是一个月可以来这边使用30G， 那看看剩的10G 怎么办？就如同我上次来的时候，九月份我是买1688，一个月。就是每天2G 之后降速，那个也是要长期在这边的台商，长期来这边旅游的，一整个月那个才划算。好的，说着说着，飞机即将马上就要到主跑道之后，就准备起飞了。OK， 这次的大陆行啊，我就要离开大陆了，真的很想多待几天，碍于时间上的限制，所以说还是不行，还是要回去处理台湾一些琐碎的事情。好啦，只能跟大陆说暂时的拜拜。下飞机降落了，我们等会，我们前面还有，好像还有飞机在升摆。哦，小东山啊，那里的。前面好像一两架飞机在等着，没有关系。这个从厦门飞到台湾高雄的话，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个季节在这边啊，有些酒店它的冷气还是只有送风没有冷气，
这一点要跟一些好朋友说一下。那今天离开酒店之前呢，我有问那个酒店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一般都在四月底以后才会开冷气，所以说如果你房间太热的话，可以借一下那个电风扇。你会说那住五星级饭店呢？哎，不好意思，我们一般来这边住五星级饭店的次数不是那么多，大部分都会挑大概经济又实惠的。那这次行程下来呢，我跟内人啊，平均一个人花费不到30000块新台币，就来这边足足来了10天的时间哦，不是足10天，因为我们是礼拜五的晚上飞过来，那天晚上在福州吃了宵夜，那今天早上要回台湾开始行程要走，不过早上我还是跑到当地的菜市场逛了一下。哦，又一家先下来，那先菜市场逛一逛之后，也在市场周边买了一点东西要带回台湾。放心，我绝对不会买肉制品，因为台湾的海关啊查得很厉害，也不是买水果，好，水果也会查。好了，我们就等待要前面都没有动哦，有一阵子都没有动了，还是等待一下吧。前面的有一架飞机开始动了，可以从这边看得到。镜头应该看到有一架一样是厦门航空的飞机往前移动，拉到主跑道准备起飞了。刚刚在这边等待的过程，有看到两架飞机下降。他往前，我们也往前排队。今天从长沙飞过来哈，飞机没有抖动的很厉害，也是蛮顺畅的。只是那一班飞机上啊，哦，坐了很多好像当地的官员啊，全部都坐在我的前面，还有旁边呢、啊。为什么说他们像是官员？因为那个就像大陆官员的穿着习惯的方式，这是我常来感受到这样。而且我们一上飞机的时候，他们已经都坐好了，也没看他们在走我们一般的通道，应该有特殊通道吧。哇，我们后面还排了3架飞机耶，刚刚看到好像有3架飞机排在我们后面。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厦门这边的机场应该是很忙碌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先办，应该是还有飞机要下降。夕阳了哈，现在的时间点呢，给各位看一下，6:13，如果没意外，应该是在7:30左右，我们会抵达高雄小港机场。除了我们，后面还有飞机在排队，准备要起飞。厦门航空有一个特色啊，它飞机要起飞之前哦，都会把机舱里面的灯光给按下。真的，如同我说的，有一架飞机下来。如果它，哎，灯。这声熟悉的声音出现了。你们飞机即将起飞，为了你的安全，机组要求您再次确认你的安全带，以扣好地心系。所有电子设备均关闭或保持在飞行模式状态。我们的飞行时间约为1小时，预祝各位旅途愉快，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will take off. For your safety, please check your seatbelt has been securely fastened.
Your mobile phone or other electronics are powered off or remain the flight mode. The flight time is about just 1 hour.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Thank you. 好啦，五、四、三、二、一，噔噔噔噔噔。
上坐对了吗？白鹭常相伴。旅客朋友们，感谢您乘坐天河联盟成员厦门航空航班，飞机正在滑行，请不要在客舱中站立或行走。在系好安全带之时登机前，请确认手机等其他电子设备仍处于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当飞机停稳后，我们将通过漂亮客舱灯光来提示您。下机前，请您清点好所有携带物品。当您打开行李箱时，请注意避免行李滑落。您的托运行李可留行李牌，前往到达厅行李提取处领取。亲爱的旅客朋友们，厦门航空永远是您诚挚的朋友，我们期待着与您再次相聚蓝天。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Skyline Airlines, a member of SkyTeam Alliance. The airplane is still taxiing. Please remain seated, keeping your mobile phones and any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off until the front seatbelt signs are on. Until the airplane comes to a complete stop, please make sure to take all your belongings before leaving the airplane. And please be careful when you open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 You will check the baggage, baggage claim at the baggage claim area. Dear passengers, Summer Airlines is always your choice.
好的，飞机顺利的抵达高雄小港机场，这是我从厦门高雄机场飞回高雄的一个过程，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段影片。虽然说这段影片没什么，但是对于一些想要看疗愈影片的，这个影片应该是 OK 的。好了，以上是 DJ 亚洲为各位拍摄的影片，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那后续我会拍一些我在台湾的一些生活所遇到的一些影片提供给大家看，记得订阅我的影片，我们后会有期。